雄钢铁人一身钢铁装在空中就能飞行，现在这款科技跳脱电影漫画，现身你我的真实生活。他是英国企业家 Richard Browning， 近几年成功研发这款人体飞行装，如今确定破天荒要卖给一般民众。这家伦敦高档百货公司即将设柜卖人体飞行装，不过目前透过 3D 列印，限量只有9套，而且想买口袋还得够深，因为一套要价44万美元，折合台币1300多万，里头也包含教学服务。So essentially, it's made up of 5 micro jet engines, gas turbines. There's 2 on each arm and 1 around the back. 这款飞行装一套重量大约27公斤，拥有1000匹马力，续航力大约9分钟，速度每小时可达51公里，最高还能飞到3600多公尺的高空，完全颠覆人类的移动方式。不过说到人体飞行，这套机器绝对令人大开眼界。视觉画面震撼力十足，由法国极限运动 Frankie Zapata 研发的飞行版，最快可以飙到时速150公里速度，最高也能达到2000公尺左右，一共还可以持续运作大约10分钟。It's a jet-powered boat with 4 jet engines that I control with my finger. It's cool technology. 山谷中穿梭还能空中急停，再加上360度旋转，日新月异的科技似乎让超级英雄飞行梦不再只是白日梦。三立新闻陈泰报道。